哎呦呦呦呦呦呦呦！怎么回事？踩箱子升天啊！这个人，哇塞，这是魔法，怎么回事？哎，我们走，应该是跟着谁的呀？他应该会不会也跟过来？哦，真的真的！哦，哇塞！哎，好恶哦！密集恐惧症哦！哎呀，我天哪！哎，怎么有两百万？有人来过啊？哦，哎，是什么？门？ 嘿，各位，这里是 DK， 你有看到我们眼前那一片景色了吗？嘿，没错，我们现在人呢在那个直升机上面，要去执行一个机密任务。嗯，那那个机密任务呢跟这座岛有关，而且啊，我自己觉得这个机密任务呢可能会比我们在那边夜晚作死作夜班好吧。<笑>哦，这也是我第一次坐直升机耶，哇塞，好壮观哦！哦，打雷。 等一下，我们还在直升机上面呢，不要打雷啊！好啦，那么我笔电上面这个呢，就是我们这次的那个任务目标了。我们要寻找这几位失踪的人口，他们好像失踪了31个礼拜了，看起来。然后这个是这个岛上的地图。啊哈。 哎，哎，为什么有人袭击我们？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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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会这样？抓住我手！哎，哦不哦不哦不！ 什么问题？我才刚上岸而已呢。哎，冷静冷静冷静！哦，啊，刚才飞机是不是坠毁了？这什么地方？ 紧急的时候才能打开。 Hello，Hello，有声音吗？有没有听得见我讲话？如果听得见的话呢，请回应我一下。Hello，完了。前面的，哦，森林，哎，你怎么来这边？哎，你也打到直升机了？我坠毁了这个地方，是怎么回事啊？前面那台，哦，啊，有人，哎，听到我没？Hello，Hello，Hello，Hello。 又对位了，又对位了，子鱼，子鱼，嘿，哎，我怎么这么巧？你们打了我，对不起，对，刚才也是有人打了我，你们不救我啊？我刚刚被冲上来而已，也许是 DK 开箱的，哎，慢安呢哦，我们把这个对讲机稍微晾干一下吧，这个音质有点太差，音质有点太糊了，好。 亮干了，亮干了，哦，音质降十多，跳到什么时候？这个人，哟呵，这个人怎么回事啊？是队友吧？哟，Help me，Help me，这看起来很好笑，他可能像鱼一样，没水，三个人围观，好了，救他一下，救他一下，来，救救他，救救他，看他干嘛？哦，嗨，你好，哟，他的耳朵，他的耳朵怎么了？他没反应呢。 你会打什么晕了吧？哦，耳膜应该爆了。
看起来那应该是聋子了，他应该听不见了吧？对，应该是眼睛没瞎吧？完了，好像是吸麻的吧？哦，看看有，哦有有有，哎呦，哦哦，有有有，看到吧？看起来没事，恢复应该是恢复意识了啊、哦。他现在没办法听到的话，我们只能用纸条跟他讲话。眼睛没瞎就好啊，来给你看，画个中指给他。我也想，可是没办法啊。你写什么？我请他跟着我。哦，他会跟过来吗？好、哦，看看啊。一直命令他。跟着我。哎、欸，不要不要，跟着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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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不懂是不是？你是我的工具人，工具人是我的，是我的我。那边有人哎、欸，哎、欸、对，看那边看那边，哎呦，这不会是我们之前那个飞机上的队友吧？哎呦，哎呦，尸体。哟，他们还戴那个骷髅面具，捅上去了呢。这腐烂能腐烂一半的嘛？啊，是戴骷髅头还是脸皮被吃掉啊？应该是戴着的吧？看起来是戴着，没错。看看我的背包，哦哟，背包是哪一个啊？按挨件打开背包，还有小刀。我们有个紧急包哎、欸，要开吗？紧急包，我开一下哦。好，我也开一下好了。打开，里面可能会有什么重要物资？没有什么东西啊。我有斧头手GPS 欸，我也是，我有那个 GPS、欸、还有指南书哦，哦指南书哦吼，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呦，怎么回事？他踩箱子升天啊，这个人魔法，这是魔法怎么回事？哎，我们走，应该是跟着谁的呀？他应该会不会也跟过来？哦，真的真的哦，哇塞！哟，一个小松鼠，哎，砍他！杀！哦，兔子，我要忍耐，这地方我忍耐，不要砍他。这地方能走水路吗？好像可以吧。旁边好像有一个椅子一样的。哎，对，哦、那叫什么、啊？哦，那个是什么？什么？哎，有人爬树上哎、欸！那是他们什么营地吧？哎，哦，那是他们那个装食物的地方，好恶心哦。耶、yeah ！哟，这什么、啊？看看啊、你小心树上哦！你看这个，你看这个是椅子，树上有一只猴子，人坐的椅子，你还坐下去？哦，那野人下去了啊！前面有那个小营地、哦，他们的营地，那边有人，那边有人，来了来了，哎，哎弹吉他吗？还弹吉他、欸？哎，要教我们弹吉他吗？哇，他干嘛干嘛？哎，他什么意思啊？我打工具啊，打工具！打打他！怎么还有电锯啊？哇塞，我被打倒了！他什么时代的人啊？哎，我怎么死了？哈，他怎么这么痛？哦，稍等，我绑起来了。我去救你，你被绑起来了。他死了，他死了。哦，能不能拿他的工具、啊哦？你可以自己解脱啦。哦，没事，没事，没事。哦，哎、欸，他这次是个好人性哦，他这次是个、啊欸。好可惜哦，哎呦，哇天哪！来人，可以救我一下吗？我卡在帐篷里面。好，把我打死算了，把我打死，我重生一下。哦 ，OK OK， 出来了，出来了。有感觉活起来了吗？有，感谢你哦。他们这个是什么科技呀、啊？啊？是有人教他们来无机，我觉得有可能，不然应该一般的那个是不会。什么道具啊？没看都没看过道具。对，那看起来像吉他，然后是到底什么啊？电锯长这样？哦，这是那个割草机啊！割草机，看起来是哎、欸。也许他在割草到一半，然后我们闯入他家吧。哦，对对对，有可能。哎呦，吓我一跳！有人来，有人来了，那边还有人。哦，真的、欸？上面这个吗？不不不，最最前面前面。哎，两个人，那边后面还有一个，那边后面还有一个，三个人，好多人。先撤，先撤，走走走，走走走走走。GPS。前面有人哦，前面还有人。Oh my god！ 我们只是路、哎哎、路过的，哎呦，哎呦，有东西耶！哎，对，物资是吗？哟，棺材，好多骨头哦，这可以破掉吗？全是骨头，哇，好多钱哦！可以，万一哪天可以活着出去的话，那钱就有用了。这些钱该不会是拿来生火用的吧？也有可能。哦，好多人的感觉、哦。有人被绑着哎。哎呦，要砍他吗？哟，这长什么样子啊？哦、这什么鬼样子啊 ？Slenderman 哦。能救他、啊，把他。哎哎哎！哦，你要被打了。他是好的吗？我救了你。哎呦哎呦哎呦！你吓我一跳。他看不到，他是看不见的吧。对他看不到、哦。他看不见的。哎嘿哎嘿哎哎哎哎！打你啊！打你啊！打他！打他！来，一起打！一起打！我们是在被包围了呢。这是松果，我还以为是屎呢。我们被包围了，不要这么冷静好吗？我们绕过去是吗？是吗？是吗？没有吧？看起来没有啊。他们只是观光客。
那他们是在欢迎我们吗？对啊，他在欢迎我们，我们只需要我们要进去参观吗？前面有人哦，力量好高，我们赶紧走呀！哇塞，怎么那么多人？太多人，真太多人了！不是要进去参观哦？没有没有没有，我错了，我错了，好不好？我错了。走走走，去看看。哎呦，请问我们走对了吗？吓死我了！快到了，快到了！怎么在这个视野很狭窄的地方？对啊，都杂草而已，是怎样？到了呀！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啊。有，这里。哪里？什么东西啊？那什么？清洁工。他哦，幸存者啦。哦，这应该是求救信号吧？他死之前发出来的吧？那我们要不要顺便等一下去那个紫色那个地方？要不要？离那个很近呢，有一个紫色点。对，我们要去紫色那里。这边有洞呢。有洞。有洞哎、欸！我觉得现在下去可能不太安全了。我觉得，哎呦，对呀、啊，我们先进去看一下，应该能出来的吧？啊，好，我们进来看一下，好了，进来，进去看一下，耶、yeah, ，参观，参观，参观，哎呦，好黑哦！我看到子瑜的眼球吓我一跳，这也太黑了吧？我们要先去吗？还是先退？先撤？先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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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对，到此为止，走走走。先去紫色的那个点看看，这做出一个好东西啦！你怎么做的？怎么做的？用两个树枝，一把刀、磨尖，然后再用胶带。我先看一下哪里有树枝。在最右边，右下角。哦，怎么这么大？它太大了吧？胶带跟一把刀，哦，小刀吗？万用刀。然后怎么做？哦，这样做。哦，还有那个动画呢，好酷哦！对呀、啊，我们在磨刀。我感觉应该是赶不上的吧，这个还是有点远的，不然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扎营好了。这有水源这个地方好了，这边。那我们做个帐篷吧。啊，好，我看一下 NPC 可以干嘛好了，我看一下他。我来了，我帮你们一下。他可以跟着我们拾取物品、清除、休息一下、停留、建立。哎、欸，他可以建立火源，让他建立吧。好，没事，交给你来。对啊，不然你在这里也只能那个发呆了。看懂了。哎呦，赶紧干活，赶紧干活。你怎么烧起来了？我想说点个火把，结果完全没亮，完全不亮的火。帐篷要怎么做啊？哟，他生火了！哇塞，超有效率。是啊，那让他帮我们搭个帐篷看看呢。好，我看一下，我给他指令好，我看一下，建立。建立。好，给你庇护所来。对，建立庇护所，感谢，交给你了。哇，太快了！不对，不要在火源旁边烧，烧起来，烧起来。啊这 NPC 让我有点哦，要把他拉起来先，有他要拉吗？他在拉了。我们可以帮忙一下，其实。自己没事吧？水烧起来，水烧起来。怎么水里面也灭不了火呀？啊，真假？可以睡觉，可以睡觉，可以睡觉，可以直接度过夜晚吧？看起来。我们来睡觉吧。我不知道我早上起来会不会变烤鸡啊，但希望不会。哦呦！快睡觉。四个大男生挤一间，没有 NPC 没有睡啊，他在努力。哦，他帮我们看着。我要打水漂，看一下能不能打。哦，走，好，赶路。哇，这是什么野人啊？什么东西啊？怎么了？好恶心的野人啊！啊，什么？快！哎呦！哎呀，好恶哦！一级恐惧症哦！哎呀，我天啊！好，解开，好，把它解开。哎，我救了你，为什么这样？甩头攻击，没手还敢的攻击，没手还敢。前面就是野人营地了。哎呦，他怎么？哟，喷什么东西啊？耶，那什么东西？刚才是我看错吗？你没有看到吗？他喷了一堆奇怪的东西出来。有。走，继续赶路。好恶心哦。前面是野人部落哎，我听奇怪的声音呢。因为前面是野人的部落，那边好一个在那边凳子上坐着了。部落长老，哇，起来了！我他妈那个狼要棒！哇，前面一堆人，你们，我觉得我们要慢慢推，一个击破。啊！哟！我坐上去，我就是老大了，他们都得听我的。哎呦呦呦呦呦呦！哟！他三段攻击，跑得好快。来人啊，帮我一下！一人砍一下，一人砍一下，这一斧子下去太难了吧！我插你屁股，听起来是哦。哎呦呦！我他打一下我直接没有血哦。我觉得我们不用招惹他，我们可以直接走。其实，好，对，我打不过，我要先吃药好了。我没有药，哎，他怎么快把我打死？那边吃药。啊，我也死了。Somebody help！ 都死了。
怎么滴滴滴一直在叫啊？快到了吧？应该是我们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I'm here, I'm here。这真的，好频繁响的。对，好像是什么，这里有那个什么讯号一样。哎，对哦。哎，这个可以做草药的，这个。哪里？哦，这个、那我拿一下。你没有看到吗？哦，我拿木棍呢。我怎么才把它吃掉了？不是啊。为什么？哦，按那个按滚轮键可以放大。哦，可以耶。那就是在这儿，在这里，这里啊，在我这棵树。哎，这个这边。这里有一个墓碑，有墓碑哦。这里是这个吗？我们需要做铲子来挖吗？啊？哎，有可能。这里有什么？好像是需要挖什么东西一样。哎，就是那个我们要找的富豪的尸体吧？它里面有芯片，它身体里面。哦，该不会说铲子是跟之前那一代一样，就是我们要去找到某个东西在特定的地方？哦，不是，还是我可以做炸药炸开啊？对，炸药，我们有那个手榴弹啊。好，手榴弹是吧？来看看。哎，有吗？哦呦，哦呦，你把树炸爆了。好，我们要找铲子。你把地图缩到最小，你看，它有那个洞窟显示的。哎。哦，有哎。哪里有洞窟显示？你把那个地图缩到最小，看到整个岛那边。地图缩到最小，它就会有个像是那个，像洞窟那个。哦，有哎。我做个火把。你说一个布再加一个那个哦。对，一个布再加树枝就好。我布吗？哦，有，我布，一个树枝再加一个布。哦，他每次做东西都还会有音效，哎，好酷哦！哎，小心树倒了，树倒了！哎呦呦呦！是谋财害命哦！哦，来来来，走，好黑哟！很不明显哦。点火把，点火把！哎，我做的火把去哪里了啊？你要那个信号弹哦？那信号弹怎么这么暗啊？是我错觉吗？对，很暗哎。为什么它好像有亮跟没亮是一好像？那游戏太真实了。不用那么真，没关系。哎，好深哦！差点摔下去。前面的话，这里没路，要过来这边。哦，好深哦，这边。哦，哟、什么？哎呦，我讨厌蝙蝠。哟，哦。走，哎，前面有东西，哎，前面有亮光，有人来过啊，哦，哎，这什么门？门呢？要开吗？要进去吗？可以进来看一下。哎，哦，你进去看啊，加油哦，加油，子瑜上啊，食物的吗？啊？我也要，我再救我，我差点摔死，哦，你干嘛直接掉下去啦？怎么会这种地方？你看，你下来，哎呦，好扯哦，要，哦。可是我觉得先拿个武器好了，里面不知道会不会有奇怪的人。果然这边是有人类居住的吧？有现代人类。我觉得我们一开始遇到那个野人拿着电锯的，说明已经有人在这里做什么实验。我感觉。哦，对，哎，这边那个门卡，这里。我需要门卡。那里有肉块，记得拿来吃哦。哪里有肉块？这里。哦，可以直接吃。这里有好多东西哦。哎，这个地方是不是那个呀？哎，最终 BOSS 战或者什么的。哦，这里好纸条，这边。他讲说。你可能会认为这个很有趣，我想你可能会认为这个很有趣。两行一模一样的字，我们称它为那个工艺品一号，就是有可能跟你们发现那个立方体有关。立方体，我们还没发现。我们是不是提早来了呀？这个地方？不，这个纸条是给那个尸体的人的，所以应该没关系。对，应该这个地方进不去。那个是告诉我们要去找那个立方体吧？哦，我们要找这个卡，找卡跟立方体，我觉得。走。哎，这边就这样而已呢。对，好小哦，应该是基地，某个什么基地。对，我们要拿到那个钥匙之后再来。对，要拿那个门卡。哎，下面。啊，有，这里。这个吗？好像是这个，没错。对，是的。这里是不是有洞窟啊？哦。他们是要建什么东西吗？有水平仪耶。对呀。钻井吗？这里没有洞什么的吗？看起来没有哎，我那边看过也没东西。哦，哎，没有。这边有这个3D 打印的东西哎。3D 列印的那个吗？对，那个树脂。哎，他们到底要干嘛？等一下，来这里，这个地方需要铲子才能挖掉的。这里又来，哎，有个铲子的符号哦。啊，真的哎，有铲子的符号。哎，那所以刚才那个富豪那边是炸弹吗？因为他没有铲子的符号。那也没用啊。应该是只是没看到符号吧 ，bug 吧。我们的 NPC 嘞？啊？哟，他没跟过来吧？
哇，我们没架怪吗？他还在河对面哦，你看那个地图上面，他还慢慢过来。啊，那慢慢等吧。等他过来好了，我们先来铺那个帐篷。帐篷的话，就是拿那个有一个塑胶袋来铺哎、欸，我记得。哦，我是有那个。怎么用啊？要先把布料丢下来吗？啊、我先丢这里。好，你丢下来，那、我再用树枝。好。有 ，OK。来，拉不上。哎，可以。怎么按？点吗？怎么按？哦，没有，点一下就好了。对对对对对啊！我们刚才完全没打完就可以住了，是怎么回事？NPC 来了、欸，嗨，嗨，嗨，那挺快的啊，来的挺快。哎、欸，他向我们指那边有野人，那边哦、欸，哎，真的、欸，这样子哦，哦，啊，他可以帮我们至少帮我们打一下吗 ？No， 哎、欸，可以做这件事哎、欸，哎、啊。欸欸、我被我自己做到剑刺插刀了，我帮你恢复火，哪里？哎，这防御剑刺，哇哦，一根哦，这样有点、就是、把木材插在地板在削剑，这样子要插几百根才办法伤得了他们吧？我觉得，好了，以上就是我们第一天的日志啊。